美声里面吧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哦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跟满满的祝福，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的周末。谢谢大家今天前来观赏我们的演出，看到现场还留有这么多人，真的很感动。相信大家一定也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夜晚。感谢我们今天参与演出的所有同学们、工作人员、所有的师长、所有的家长们。那我们也谢谢文化中心给我们这么漂亮的表演空间。好，那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，今天应该都带着满满的幸福还有温暖，回去跟家人团聚吧。就在这边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，拜拜拜拜，拜拜，Merry Christmas，Merry Christmas。好，那还没有幻想的小朋友们，现在请赶快到前面的欧式帐篷幻想。哦，没事没事。